今天在试玩这个呢，是轨道枪炮塔，它的大绝招可以穿墙，你试看哦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是打中两台坦克车呢。喷火，喷火来了，喷火来了！来哦，去哪里啊？过来，要走，要走。哇哈，穿过去打到他呢。哇，1900，伤害也太高了吧！如果搭配那个紫色角色的话，它的伤害可以更高。那我现在是用蓝色，因为我想说先用一下伤害力，其实也足够了。千哦，超强！你看它装弹很慢，慢慢的装哦，所以要打得准才行。哇，三连杀！海泽。再来！哇，真不是我打到，这很爽。啊，守在这洞口，不要让他出来。不是啊，没中，他在躲了你们，出来受死吧！哇哦，不可阻挡啊！再来啊，战神，称号好啊。追啊，来追啊，追啊 ，Come on！ 要跑了，来，你烧我啊，哎呦，没中，太急了，躲在那回血，在躲吗？你来啊，哇，好爽的啦，来，哦，大招没有中。最佳方式啊，就是用手机啊。最佳方式就是在那个要射的地方点它一下就发射了，那你不用瞄准，好不好？随射随中。哎呀，分数，哇，11杀哎！我最高纪录15杀，11杀还好。啊，再打一场试试看。这个角色还蛮好用，虽然说他要氪金，或者是说运气好的话，被段数高可以抽到，但几率很小。我们这次的队友有那个医疗兵跟那个狙击手，我每次配对都配到一些白痴猪队友、凹雷的队友，一个人当三个人用，是不是太挑衅了？再给他笑脸，我就给他哭脸，好不好？中了！刚才居然有中弹啊！射偏！去死吧你！还想躲呢？追着打！别怕，我在你后面！哇哈，贯穿！在跑嘛？这么神准吗？这个？用瞄准了啦，这个东西。哦，你们喜欢跪在中间就跪在中间吧。跪啊，一次一个。我被针对了，保护我一下，被针对了。我这次很乖，没给他用哭脸，好不好？要龟啊，出来啦！飞弹打不到我，好不好？miss！ 糟糕！不到了，打不到了！来追我啊！他妈来追我！这边！过来追我就打你！快点，这里啊！哇吼！
左上角那个超开心的，掉了牙齿，哇，不可阻挡，还帮我补血哦。来嘛，这边，这里啊，我在这边，快点抓我！哎呦 ，miss， 我闪过了，居然闪过他的弹。闪过他子弹的方向，哇，双杀！太扯了吧！对方的攻击数也太低了吧！来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目前搭配的是这个大炮，伤害增加19%。OK 啦，介绍到这边。